点击上方人民武警可订阅哦，用镜头捕捉惊险，瞬间用影像传递温暖。感动遇见武警随手拍，让您出手留下属与武警的独家记忆。现场影像记者郑张云、张亚杰、吴超拍摄地点：上海南京路现场背景。这几天一段关于南京路执勤武警被姑娘现场告白的视频迅速在网络走红。2018年12月31日晚，一名身着白色羽绒服的姑娘手捧一束鲜花，从人群中冲向正在执勤的武警。军官将手中的花束塞给对方，因为正在执勤，这名军官谢绝了姑娘的好意，并将她劝离。图片中的上尉军官叫江雷林，是武警上海总队的一名中队长，元旦假期期间每晚都在南京路步行街组织部队执勤勤务。送花的姑娘是他的女友唐丽达。江雷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没有预料到女友会以这样的方式向他表白，当时就懵了。由于自己正在执勤，只能先把女友劝到一边。在勤务结束时，两人一同返回北勤点，而问到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表白方式，唐丽达坦言，由于男友是一名军人，两人总是聚少离多，为了给他一个惊喜，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方式，在跨年夜向爱人告白。尽管意外，但江雷林的心中却是暖暖的。在对勤点，他也正式回应了女友的告白同意，今年就结婚。这段视频也让大家在寒冷的冬天感觉到了阵阵暖意。祝福他们能够美美满满，可能还喜欢一国家反恐精锐武警猎鹰突击队特战技能大揭秘二，往后余生班长永远是你。三，2019来了，是时候给自己定个新目标。走心视频四，四千武警跨年无休守护申城平安无。2018年最后一天，他们这样度过。本信息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监制姚敏、张金岭、孙延东，主编王文、魏国荣，编辑赵冰晶、张经纬。别特黄冰冰邮箱 wjxinmeitai@163.com， 觉得不错请点赞